关新嘉义的玉山白云山庄附近，拜一的时发生一个51岁姓王的登山客要去爬玉山主峰的时，熊熊昏去，送病院不幸过往。这是住在新竹市今年51岁姓王的查甫人，甲伊的朋友去爬玉山的主峰，对半暝啊2:40出发，去到玉山的登山口了后，开始爬山，早起7:59的时，伊煞熊熊昏去，朋友随赶紧甲急救做 CPR， 嘛有赶紧叫直升机上落山了后，是送去高雄的病院，也毋过也是不幸过往。这是嘉义的山区最近一个月以来第5件登山客死亡的案件。